很多的网友都在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如果我有一个抖音的跳舞的视频，我怎么把它做成一个高质量的我自己的视频呢？那今天呢，我就教给你两种方法，或者叫两个工作流，哪个更好呢？当然是第二个。那为什么是第二个？因为第二个会让你看视频看得更长，对吧？而且速度非常的快，1分钟就可以制作5秒，这个甚至比线上的可灵啊，或者是很多的这个平台速度都要快。而且呢，工作流相对来说呢也极其简单，关键是你需要在观念上有一个升级。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效果，就是我们将原始的一个抖音的视频进行了二创之后的一个效果，你能看到。它真的和真实的跳舞视频是毫无违和感的，对吧？下边呢，我们就给大家揭晓这个抖音二创的神秘工作流。那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呢，我依然是在云平台上来给大家展示整体的工作流。那我用的云平台呢，依然是 Running Hub，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 Hub 点 AI 进到这个平台里边，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，新建或者是导入你的工作流。那整体的思路呢，依然是。通过视频到视频这样一个转换的技术，当然我使用的是 One 2.1这个模型的视频到视频。那这个呢，KG 大神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工作流。我们还是从我们之前说过的一个例子讲起，在我们之前的一个视频里边呢，将这个视频给它修复过一下。那修复呢本身就是视频到视频，对吧？下边呢我们把之前的工作流呢稍微的变一下啊。那我们之前的工作流里边用的是14B 的 T2V，也就是14B 的文本到视频，因为当时我想的很简单啊，就是我认为 14B 就是大的这种参数量会让整个的视频质量会更高，但是真正的跑起来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啊，因为呢 14B 的好处不是在更高的清晰度，而是在于更流畅，或者是更加遵循提示词的动作。但是现在我们这个情况是，原始视频里边已经有了足够的动作，不需要它去保证。那所以说呢，大家选一个 1.3B 的 T2V 就可以了。但是如果你这样选的话，下边需要设定一下，就是量化这块千万不要选 FP8，因为这个模型本身就比较小，你再选择 FP8，这个跑出来就更加的不清楚了啊。所以说我们选择 disable。提示词呢，我们依然用的是一位身着。白色广袖流仙裙，披着轻纱般披薄的古风仙女，然后20岁，因为它是360度旋转嘛，所以说呢是这样一个效果。然后在默认的工作流里边呢，这儿采用的是15步，然后0.5的采样。好，下边呢我们来跑一遍，大家先看一下效果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得到了一个相对来说还不错的一个效果，但是你没有发现，就是它整个的这个状态呢，并不是特别的好。那所以说呢，我们就需要去修正一下。那怎么去修正呢？第一个呢，就是大家可以把这个步数呢改成30步。之后呢，为了加快速度，其实我们可以使用 T-cache。K-神呢已经提供了 T-cache 的这个功能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直接用就可以了。那如果我们这样去修改，我们来看一下生成的效果会不会更好一些？注意啊，T-cache 的加速是从20%才开始的，所以说呢，一开始你可能看不见特别明显的加速效果。现在进度条开始明显的加快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样呢就会好很多，但是呢还不是特别的清楚，所以说呢，我们下边可以把这个再提高，我们提高到0.75，大家再来看一下。这是0.75的效果啊，就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态，但是它还是有一些闪烁。那这里边呢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，大家注意是这个总的帧数啊，我这个帧数现在是121，所以说这个速度依然是很快的，因为是 1.3B 的 T2V 的这个模型嘛，所以说呢，这个速度依然是很快的，但是长帧数会变得不稳定，大家能看出来是吧？那么你如果设的比较小，比方我们设成45帧，那同样的一个效果，我们再来看，是因为在长视频的时候，它上下文的这个跨度，也就是上下文的窗口呢是不够的，所以说呢，K-Shen 有一个节点，大家注意叫 Context Options，这个可以用啊。
但是我觉得效果呢一般啊，你要注意它现在是81，默认的。那通过刚才的实验呢，我们可以知道啊，就是比较小的帧数，一般是81帧之内啊，比方你可以设成73帧，然后呢，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，注意啊，这儿是可调的，0.5到0.75都行，都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测一个所谓的跳舞视频的转会，我们上传一个跳舞的视频，大家注意啊，这个视频的话呢，尽量的要让人物清晰一点。不要用那种景别比较大的啊，就是一个全身的，这个人呢要清楚一点啊，那然后你的效果会更好一些。现在73帧，提示词需要去修改，我们可以这样写中文就行了。一位身穿旗袍的东方女性正在跳舞，这个能说明这个问题就行啊。然后别的呢可以不用改，我建议这儿呢你可以用0.5先试一下。下边呢我们跑一下，看一下这种视频转会的效果到底怎么样。好，大家看一下0.5的时候呢，我们基本上已经对它做了一个转会了。大家可以对比一下，我这个鼠标不能往上移，因为它本身带音乐啊。大家看一下，其实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重绘的效果。当然，你要是觉得不太满意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继续把这个重绘值调大，比方你可以调成0.75，然后呢，我们再跑一遍，这个速度是很快的啊。所以说呢，这种转会，如果你批量做的话呢，也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。记住我刚才说的那个，就是你这个原视频的选择啊，一定要清楚。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呢，这个女孩的变化就比较大了，出的这个结果有被封号的这个危险啊。比方我们改一下蓝色。旗袍蓝色可能不太明显，跟这个比较像啊，粉色吧。把年龄什么都限定一下，我加端庄呢是防止他再出这种视频啊，很危险是吧？的确很危险啊。大家看一下，粉色虽然没有出来，但是整个的效果比刚才就要好很多了，是吧？另外的话呢，你注意这儿是不能加哪个呀？不能加视频加强的啊。比方说，你可以这儿选一个 One Value Enhanced，就是。视频的增强，加了之后可能对结果会有影响，我们可以测一遍，还可以啊，Enhance 的影响不是特别大，是吧？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之前测试的有些问题啊，当然也能看出来，注意看背景这个地方，那我觉得还是不加可能更好一点啊，你看自己的情况吧，这就是转会最好的方法啊，也是最快的方法，但是呢，这个呢只是。其中之一，下边呢，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可能效果会更好的。那我们用原生的文生图的工作流来做一下。有人说，原生的工作流里边没有视频到视频啊，其实视频到视频就是个半采样。所以说呢，不要被这种形式给唬住啊。下边我们点开 One 这个原生的文生图的工作流，我们先把参数调一下，这儿同样是用 1.3B 的，然后这个呢用它，这个是对的。这仨基本上都是对的，然后你注意，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。我们先上传一个视频，这个呢我还是用刚才这个视频，方便对比。然后呢，我同样是取73帧，下边呢我们把它 resize 一下，大小这儿我们用的是480×832，然后呢我们这儿给它 encode 一下，所以说呢我们这儿用 VE encode，但是我建议大家用 TOF 模式的，这儿我们改成256啊，这样显存消耗会小一些。这儿连上。然后这儿连上，这个就不要了。这个 latent 连过来，注意降噪就不要用一了啊，用0.5。同样的提示词，我忘了那个怎么写的了啊。一个身穿粉色旗袍的端庄的东方女性正在跳舞，精致脸庞，20岁，大概是这样啊，差不多就行。下边呢，我们重新来跑一下，注意啊，这是30幅采样。别的呢都没有变化，我们运行一下。对啊，在这儿呢是没有 tcache 可以加的，并不是没有，是因为平台并没有将 KG 节点更新到最新版，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加。在你本地跑的话，你是可以加的，是在本地跑，即便是加了，可能也没有这上面这么快。哦，这是一个 WebEP 的，所以说呢显示不出来啊，这个也是个问题啊。但是我们会发现啊，整个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。我们看下载下来能不能看到。
我们看一下啊，也是一张图片，不太好啊。所以说你在云端用的时候，这儿换一下，是六帧，然后换成 MP4 格式的。好，我们重新得再跑一遍。太阳速度呢也不是特别的慢，没办法啊，这个试错都是有成本的。帮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，是不是非常的棒？这个旗袍呢已经向粉色去靠拢了啊，注意扣子这个位置。那么这是 0.5 的采样，我觉得已经够好了啊，面部的变化也足够大。下边呢我们换成 0.75， 然后我们再来一遍。大家看一下啊，现在这个粉色这个感觉完全就出来了啊，而且呢这个跳舞的姿势也不太一样了。我建议大家可以加上 Sage Attention。这样的话呢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，但是我觉得差别不会太大。本地跑一定要加上 T-cache， 可以这那个扩展的 T-cache 啊，不要加错了，然后速度会更快。那我们看一下啊，现在是73帧，如果是81帧的正好是5秒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腕是16帧一秒，那你可以做一个插帧模型让它到5秒。那生成5秒如果加 T-cache 云平台上肯定是不到一分钟的，一分钟五秒的视频，而且这么高精度，所以说这个真的是一个二创的秘籍。那你用这种方法其实可以做很多视频的二创。好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效果呢会更加的自然，人物呢也会更漂亮一些，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加上 Sage Attention。好，那我们回到我们之前说的那个问题，如果你有一个 TikTok 或者有一个抖音的视频，你知道怎么把它做成你自己的了吗？而且呢也不会被平台查重。大家看一下这样的二创的效果，速度一分钟五秒，你还要啥自行车是吧？那其实很多网友在问我这样的问题啊，所以说呢 One 这个模型出来之后呢，它的这种修复能力或者是动作的保持能力。什么叫动作保持能力？就是当我把这个采样设到 0.75， 它可以保证整体的动作呢和这个虽然不是一样啊，但是也是比较像，所以说就使这种方法变得可行。所以说有二创需求的小伙伴们可以走起了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懂爱的人。